क्या रे चाचा है?各位同志，各位同心，大家安安，大家好。今日是高级班，我相信大部分拢已经对台湾的地位有小可了解，小可尔尔。因为我相信你敢若上初级班，你转去厝里，拄着人你甲你问的时阵啊，你真容易啊，就阁变盘。啊，所以我来甲你讨论这个问题。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讲台湾地位，伊个法律是照做一条，伊敢若照一条，伊讲啥？中美三个公报，就是1972年2月28号的上海公报，再来是1979年1月7日的建交公报，1983年的八一七公报，咱个研究伊这个三个公报。来这讲啥？上海公报，这三个公报你也会记哩哦。伊个内底条文啊，是拢敢若讲中国伊个主张是啥物物件？你甲注意看三个公报的内容啊，从来无讲美国个主张是啥，你甲注意看，从来没有，三个公报拢无。上海公报伊安怎讲？敢若上海公报哦，都予咱台湾人啊，头壳戆戆啊！伊咪安怎讲？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都承认，唯一代表中国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中华民国是唯一代表中华，代表中国。美国 acknowledge， 美国得知，不是认知哦。acknowledge， 你等于去查字典看卖啊。即使中国人的字典内底啊，没有认知啦。什么过一个国家的字典内底有认知？日本，敢若日本的字典有认知啦。所以这个 acknowledge， 在于美国人的意思是。听到，我有听到你两边的中国人认为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是属于中国。啊，美国得知，听到又听到，迄无代表讲美国伊的立场啊。啊，美国人讲台湾的问题，伊讲啥？一个中国，三个公报，甲台湾关系法。咱台湾民政府讲啥？咱拢无讲啥，咱干呐讲一项，就《禁安和平条约》。所以各位爱会记哩，上海公布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即个问题发生伫遮啦。咱是啥物人？台湾人，咱毋是中国人呢。所以有个人看到即个讲上海公布啊，讲嗨啦嗨啦。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包括咱台湾人伫内底，没有啦。美国人无讲你台湾人是包含伫这边的中国人，所以伊变啊认知，也是变啊承认啥，迄拢引导的代志，敢毋是？法律就是安尼啊。所以上海公报，你一定要重新把它理解。这个上海公报足简单啊，这个是安尼写吼。AIT 的那个也是下翻哦，美国认识到了，认识到 AIT 的翻译够较准呢，哦，因为伊本来伊嘛写吼认知呢，啊，即马吼可能又来上课啦吼，伊知影讲啊，会唔对呀？啊，现在认识到，伊知影就是得知了，我个翻译讲得知了，所以各位，看我差了这多个，以前的教育甲即马。咱翻译啊，看差了这。伊讲，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认识到啊，
不是承认呢，不是承认，不是说美国承认嘛，他没有承认哦，他从来没有承认哦。认识到，得知嘛，哦，我听到你两边的中国人，你讲啊，问题是对呢，咱都不是中国人嘛，所以，因遐中国人流亡在台湾，遐中国人伊认识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是因兜的代志嘛。敢若袂出，今日报纸头版的写写，讲中国伊即摆新的 passport 印咱的日月潭，啊，甲南海。你别感觉真趣味吗？其实伊安那伊变啊啊印拢印到的代志，我后摆甲伊建议讲吼，伊应该去印迄个夏威夷的迄个 Diamond Head， 啊美国的迄个贸易大楼，买晒印啊，太别晒。伊要印下是印的代志，干不是？不要对号入座，搁讲一摆。所以上海公布已经这尼啊清楚啊。美国跟他认识到你啊，我跟他知影呢。啊，佫特别重要是讲两边的中国人，咱都唔是中国人，咱是美，这个台湾人，佮唔是。所以你若看到这個，你就较安心嘛。过来，是安怎？咱一直要讲，咱讲啥？咱讲《旧金山和平条约》，咱甲美国讲，咱告美国嘛是甲讲，喂，你美国。和全世界51个国家对日本签退约的时阵，旧金山和平条约1951年9月7日签的时阵，前三天，杜勒斯公开演讲讲，他讲的哦，伊讲琉球后尾是挂予美国来托管，予联合国托管第三条，啊后尾则是由美国来托管，日本还佫有。剩余主权，坦白讲啊，剩余主权这是国际法里面本来没这个名词啦。什么叫做剩余主权？因为，主要的原因是对，对了，就是义务啦，权利的义务啦。因为吉田茂在1963年的时候写一本册《The War in Japan》，伊讲。里面的213页说得很清楚，我日本政府没有放弃台湾的主权，我只不过是跟他放弃台湾的主权权利，主权权利而已。主权权利表示说还有一个东西叫做主权义务啊。所以你给对照他的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条， Japan renounces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这个 right, title, claim 这三项东西在 ALLO 的后面没加 S， 可见说他只要放弃一定有部分的权利、权利和主张而已。然后你再研究说1947年2月7日的意大利条约里面23条，意大利 renounces 放弃 all right and title to 索马利亚，欠一个 claim， 你就了解说台湾这块土地本地是在大清帝国放弃割让给日本天皇以后，日本天皇照万国公法的实施，先给他皇民化，然后在1945年4月7日照万国公法的规定，给台湾人参政权和参战权，台湾这块土地为殖民地跳起来，变成日本天皇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这已经非常非常的清楚。问题是67年来，咱台湾所受的教育是国民党写的，国民党无法你读《旧金山和平条约》，国民党无甲你讲《旧金山和平条约》，你会当去甲《意大利和平条约》来做比较，你拢唔知影。所以呢，伊甲你讲放弃，日本放弃，啊，即马都台湾都足济人啊，读国际化，拢安那用感情的模式啊，来你讲台湾的地位。所以也讲啊，日本放弃我扣掉啊，扣掉的人诶，你敢想讲你伫路扣着皮包，你都袂当讲你诶。
去个皮包安嘛，提警察局嘛，噶不是？啊，无成嘛，爱一个招领讲，啊，这上个，啊，人个就要行了嘛。所以日本放弃，他不是放弃，放弃 renounces 这个英语字啊，在美国的大本的字典 whisper 那个字典来咧讲啥？放弃了，佮扣倒转来 renounces。啊，那 demand 就是放弃摆地啊，无呢？也 renounces 呢？所以我跟你讲，条约之下是爱专门的人。专门呢，法律不是刚才他法律你就可以下这个条约 ，no， 不是那么简单。啊，那台湾这块土地是日本的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日本天皇的。你甲对照，啊，琉球美国你安那对付？咱就学美国的琉球就好嘛。所以琉球伊安那写？琉球安那写？琉球是？古今川和平条约第三条，琉球交给联合国托管，啊，联合国国交予美国托管，啊，当时去回占领是1945年4月7日，刚一天呢，刚一天，台湾这块土地啊，实行日本的宪法呢，四月七迄一天啊，美国派2000多架的军舰嘛。去攻进攻迄个琉球，琉球的部队啊，第十方面军啊，全灭。所以，迄当阵日本的指挥官啊，要死以前啊，写一张批，伊讲哦，那战争以后啊，这块土地要会讲属阮日本的日本天皇的时阵啊，日本人民啊，对这琉球的人啊。要好好的回报，因为因这人替日本天皇建世，所以呢，琉球到今日为止是美国去甲占领，啊，美国这个占领是安怎占领？普天间基地，这我甲看到讲，美国因为战争的关系，有三块所在去予伊占领，而且这个占领。嗰是99年，嗰个99年诶，三个，我有上回讲过。第一个，古巴，古巴的关塔那摩湾，1898年，美西战争，1899年巴黎条约，挂予美国。啊，美国干那统治三年尔，1902年，古巴独立建国，但是要独立建国以前，美国。该签一个契约，讲关塔那摩湾啊，要租给我美军啊，99年加99年，时间到了还可以续约，因为美国的宪法有规定，上久会当99年，想来99年，搁再99年，伊国际法有规定啊，占领袂当移转主权啊，啊占领毋是并吞啊，所以你美国上济敢会当啥？99年，租而已。所以第二个所在就是日本的普天间基地。啊，普天间基地，佐藤荣作去跟尼克森签的时阵，这个契约给签了啊。佐藤荣作足夭寿的，迄契约书给提登引导坑，无提出来，所以一直到哈多亚嘛、鸠山呐、执政的时阵呐。就算一直在讲琉球这个岛啊，伊有一个参议员啊，甲就算讲啊，啊就算家己发表的啊，啊包括迄个参议员发表啊，我讲的这些话，伫新台湾论的31页，你来好好读，迄秩序内底，迄种事实呢，伊讲啥？伊讲琉球的问题啊。非常的沉重啊，重到我没有办法处理了。想来不好处理，有一份契约书吗？一份契约书是啥？当时1972年5月15日，琉球和日本的时阵，
签一个密约啦，就是讲99年，普天间基地啦。啊，所以哈多也嘛讲啥，干脆让因独立啦。各位，敢有可能让因独立？无可能，安怎讲无可能？因为琉球已经是日本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日本天皇的。你就是讲真真正正要独立，伊的宪法内底爱写一个分离条款。啊，若无这个分离条款，所以琉球要独立无可能，绝对不可能。同款的代志，去台湾甲冰岛都来看卖啊。1945年4月7日，有个人会甲我问呢，伊讲照万国公法，台湾这个土地已经变成日本天皇的土地。你的政绩伫对，政绩伫对，伫万公万国公法内底，所以各位吼，我定讲渐进法啊，的条文啊，唔是一二三四，安足清楚安尼甲你写 ，no。所谓的渐进法，我甲各位复习一下。很主席，这个渐进法是五个物件：第一个海牙第四公约，第二个日内瓦和平公约。第三个，红十字会总会章程内底有关渐进的部分。第四个，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这有百几个。第五个，就是美国两军陆军总署的野战手册，3000几条。为这个物件，佮提出来，刷落去，你就爱就将这和平条约，佮提出来，佮头个头。啊，你爱。前后个连贯起来，这就是美国今日伫全世界用战争的手段，讲较歹势，伫统治全世界。全世界今日为止啊，敢有一个以前的帝国，甚至即美国今日即款的帝国，敢有无呢？这是啥物讲？强的国家。因会有渐进法，就甲你讲，你来照安尼来行。啊，所以台湾的问题不只是干那法律问题，还有政治的问题。政治的问题安怎来处理？今日旧金山和平条约，大家拢知影。但是中华民国唔敢甲你讲旧金山和平条约。旧金山和平条约就是咱去告美国的时阵，伫高等法院的辩论的时阵啊，法官讲啊真清楚。这个法官讲啊，真清楚，内底咱会当得到一个结论，就是美国的法官，因知影个真清楚，你美国的政府，你是绝对爱照旧金山和平的条约的规定来去做。但是，伫辩论的时阵啊，美国法，美国的国务院的律师啊。那是哈佛毕业的律师，一个查某的律师，他也真好。伊甲法官讲，法官甲问讲：“啊，今日旧金山和平条已经不存在了吗？”因为伊头前的辩论的时阵有讲，伊讲我美国有公布一个台湾关系法，甲伫1954年的这个叫做3月18日有签一个叫做。中华民国跟美国的共同防御协定，用这两个已经，伊唔敢讲取代啦，但意思讲这两个已经给台湾人，给了台湾人的权利，还是讲给台湾人利益就对了。所以美国的法官改问，伊还未回答的时候，美国法官改讲，因为伊滴滴滴嘟嘟应未出来，美国法官讲，我来帮你回答好了。旧金山和平条约到今天仍然有效，所以判决的时阵，甲国务院讲，咱的判决的第五点，美国行政单位要主动要帮忙，原告就是咱，这个原告要帮忙，安怎帮忙？就是你要照旧金山和平条去实施啊。后来再有这个关系的。台湾人啊，因为有这个关系啊，救到了咱台湾人呢，真正是救到呢。是安怎讲救到？因为1950年12月，
的时阵啊，因为十月这个麦克阿瑟啊，他人爆发以后啊，来台湾，蒋介石安排黄兆廷甲这个麦克阿瑟见面。黄兆廷甲伊讲啥？伊迄种是省议会议长啊，伊讲我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美国听咪讲啊，听到已经透过讲去啊，系啊。啊，你若中国人，啊，我美国要哪甲你处理这个问题？所以今日美国的国务院内底要阁有写一条。咱因为那个控告以后啊，美国人才开始将台湾人甲分作两种人，严格来讲分作三种人。第一种就是。在中国流亡在台湾做中国的难民的中国人，差不多300万。另外2000万人内底，有一半是认为讲我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但是另外一边是咱在座各位本土台湾人。美国到迄个时阵，才甲咱判决讲啊，啊恁这台湾人。要爱人权，恁这台湾人要爱求要求美国照战前法来处理，啊，所以这个时阵美国家要来处理这个代志。所以最近的演变内底，包括11月初2日，美国国防部部长现任哦，现任的潘内达，叫做莱昂潘内达。提一份美国的国旗，海军陆战的国旗，交予国土安全部的一个人，叫伊讲来送来咱台湾民政府，交予咱信山寄一句话 ：As you wish。各位，你有欢喜无？如我们所愿。这个代志，含当时2010年9月7日，咱去华盛顿 D.C.， 因为美国甲咱办迄个酒会时阵，送两面机，迄个相片给咱，就是咱的道平这两机啊。这两面机啊，内底写啥，拢无啥，甲人伊甲参加的人甲讲啥，这两张相片。提回去交予你秘书长就知影，所以这两个相片交予咱的时阵，就甲我以前这个研究，因为本来咱咧写的时阵，写讲台湾的地位是日属美占，是一个属日本天皇的占的土地，但是中华民国占领，美国代替，不是中华民国代替美国来占领台湾。日属美占，这两张图都完全讲啊足清楚乎你，但是美国拢无讲话，这是安怎讲？以美国本身啊，到今日为止啊，伊讲你台湾人，你都家己爱觉醒，你台湾人家己爱来认识，你若无认识，我美国嘛无法度家己倒处理。所以，到今日以前，到今日这款地步啦，各位。台湾这块土地要解决，只不过干那时间的问题尔啦。而且要台湾来解决的问题，绝对会照咱这条路来去行。2006年10月24日，过美国到今日，差不多要6冬啊啦。你啊看，中华民国有紧张哇，足紧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有紧张哇，嘛足紧张的。民进党有紧张嘛？足紧张诶！因为过去30-40年以来，因家所咧拍拼诶，一夜之间啊，拢无去啊！啊，咱台湾人哦，真可惜，拢学一寡中国文化。意思是讲哦，这条路我先行，我是老大诶。各位啊，你若行唔对，你就毋是老大啦，对唔对啊？爱行对，行好正确，安尼才会当做老大，好唔好？好。我定你讲一个形容，好神啊！
落落去一个罐啊内底啊，透明的玻璃瓶内底啊，外面是一片光明，但是安那飞都飞未出去，是安怎？中华民国就是这玻璃嘛，足戆的，你著甲飞出来迄个瓶口，都来外口，啊就透天啊嘛，伊未晓飞呢，但是未晓飞，咱嘛爱学咯，蒋经国，头脑腰手好。中国人拢真正一感觉拢出现这种的啦。我甲国语讲，蔡英文这两三礼拜伫美国，甲大家人安怎讲？我们要给中华民国空间呐、啊。遐台侨起来甲电啊，为洛杉矶电甲美国纽约个大陆电啊。哎，啊你原来。你有敢讲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你有讲无？有啊！啊，那流亡政府从何在无去？刷落去是十月，去年的十月十一，伫罗岗劳工中心，伊讲啥？中华民国是台湾，台湾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唔是外来政权，已经是啥？台湾政府。各位，美国。和咱咧见面的人啊，听到这话非常的生气。伊讲啥？啊你，蔡英文是咧讲白贼，而且你搁批评美国人。蔡英文伊本人是无讲，但伊边仔的人拢讲啥？讲伊是台湾人啊，头一摆去美国，去美国国防部访问。你有看到这个报纸有无？有啊，啊是真有无？没有去，我给你保证。甲伊谈判迄两个人，其中有一个国安的人，迄个人嘛是有甲咱讲过，直接讲的。伊甲我证实，蔡英文没有到国防部去，蔡英文是去国会的办公室，另外一个人就是国会办公室的主任，安尼尔，只有安尼尔。所以台湾人，尤其是民进党，到今日。伊想要革新，我讲了，因即摆咧角力战啊，因为讲中华民国要有空间啊，我刚刚甲问讲啊，伊予中华民国空间，你有台湾人空间伫倒？蒋经国头脑真好呢，你甲看卖啊，你认真甲想看卖啊，为有中华民国到今日为止，包括阿扁也去做总统。李登辉做总统，李登辉十三年的总统，加上阿扁的八年，有连做伙无？拢总连做伙，每一工都连做伙。二十一年的总统，你都无法度改变台湾的地位，安尼什么人我都改变？当然，台湾民进会当个改变，是没有错啦。啊，那安尼，我要问你一句话：你选总统是要创啥？你选总统要创啥？啊，领钱，啊，这嘛对啦。我看全世界无人讲吼，摕到几票，会当一票摕30块的呢。中华民国的制度讲有一票30块的这款的制度，你甲并所有全世界看这款的例无？做公职是要替老百姓服务的，啊，你可以当来领钱，是足夭寿的呢。所以吼、到今日为止，唔是干那迄30块咧，还过一个50块，你无看到呢？政党票呢？啊，政党票，你领四年呢？台联唔就摕百几万票，对不对？伊摕几，伊一年当摕了这5000几万呐、啊，真好势，都几个人啊，尔尔，够伊。民进党。609万，国民诶，台联100几万，一个是50块，一年领3亿外，一个咧领5000几万。你叫伊卖选，伊太白。你若卖选，伊又搁甲你骂，啊无你选国民党啊？各位，波罗的海三小国，苏联甲占领，改办总统选举，因拒绝选举，无甲三成去投票。
波罗的海民政府举办总统选举，99%选票。各位，人是安尼变做一个国家呢？啊，你台湾呢？啊，若干人靠咱，有法度无？绝对有法度。要安怎靠？咱无钱，咱无武器，但是咱有头脑，咱有法律，一天干不得过就好啊。不过美国咧过足贵个呢，签证有$500呢。所以我会记咧讲有一摆，迄当阵拄我开始要过个时阵啊，好不容易啊，扣$30,000啊，啊寄去美国律师遐。啊，律师甲我讲吼，来，我们开一个4天会议。我甲你叫5、6个律师坐伫遐啦，啊，我这边2个啦，安尼超7个啊，讲超1点前久啦。隔天刚 email 来啦，啊，你的30,000已经花完了。我一个想，啊，卖我后面，啊，搁过来我就破产啊，30,000的时阵就。穿几波啊！啊，讲1点前有安尼，啊，讲1点前有，问题是1点前拢我咧讲呢，拢我来讲，啊，哪一条呢？哎呀，啊，有道理，没有道理。啊，你讲30,000比30,000是等于差不多100万呢？各位，唔是讲你干那有钱，你比狗都还多呢？你都要有真基本的。战争法的尝试呢？啊，战争法可惜无全世界无人去读战争法，因为读战争法啦，无饭好食啦。我迄当中我有甲各位报告过吼，我读战争法嘛，毋是要为着讲靠这来食饭呢。啊，那有什么上帝讲叫我讲为中国走转来，拢叫没收去，毋是没收啦，甲霸占去。啊，我则竟然变做讲。李登辉先生甲我讲，啊，你读战争法，你若要将战争法放喺内底，各位啊，是安尼无形之中啊，真正是上帝救着台湾呢。所以，我讲吼，台湾未去灭亡去啦，因为这块土地太好了，所有的人拢爱台湾。包括江泽民、邓小平、胡锦涛、习近平，我讲头就好啦。啊，习近平甚至要来买台湾呢。2009年12月15日，透过美国，甲日本天皇讲要求见面，讲10分钟尔啦。伊讲啊，我即马中国有钱啊，无法来买台湾。日本天皇甲讲，我日本的皇族。从来没有卖过东西。伊才要买台湾，因为因已经非常非常的清楚，台湾这块土地不是中国的啦，对不对？所以，即马伊中国已经无甲你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伊即马讲啥？核心利益 （core interest） 拢伊甲你讲的，所以伊的。护照顶关用台湾的日月潭，还是青山啊？用台湾的地图，迄种不要紧啦，凊彩你用啦。啊，若讲用护照顶关伊的物件，就会当变伊的吼。明仔载，咱台湾民政府的护照，美国若批准伊啊，我要甲印天安门啦。哎，是无？赶快嘛！所以有人很紧张的呢，是啦，啊去印那台湾啦，啊台湾属于的啦，哦，用嘴讲就有真诚，有啦。1950年12月23日，联合国表决讲中国侵略朝鲜通过，但是吴秀全伊迄个提案讲美国侵略台湾，台湾是中国一部分，联合国甲讲你把证据拿出来，到今日伊提袂出来。所以伊即是变做讲，以后为1950年以后到今日为止，若要甲人建交啊，啊拢防止，甲伊讲，哎，我要签一句话啊，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好不好？
你那边能应付吗？我嘛跟你讲好，因为安那加拿大讲的，台湾都是我的啊，我跟你讲好那要紧。啊，这推下面呢不要收呢，安尼人因赚两亿，赚几亿呢？啊，干那拄到美国、日本啊，这较强的国家啊，伊讲啊，你笑的啊。啊，台湾又不是属于我的，我怎么能够讲说台湾是属于你的？那不是我手中的东西，我那外交上面的讲是你的。所以各位，这是他们中国人的逻辑。他们中国人的逻辑是什么？先说先赢，巩固就是他的。敢不能这样？有啊，中国人在我们台湾做得很好一条。违章建筑是只有全世界，只有很主席的。咱台湾这块土地，中华民国才有这款的物件呢。所以，我给你发明一个吼时效原则啦。我若嗲大久吼，啊，人无人讲过，一直变成我的啦。各位，这是这款的，这款的法律是要去找啦，无地好找啊啦。但是，因中国人会讲讲讲讲吼，敢那真自然呢。啊，即马我见啦，伊这自然拢自然咯。啊，主人，人家骗住，即马换讲咱骗住。我你台湾民政府是骗，我讲好啊，你讲我骗住没有关系啊，请你提出一条，对一点我骗。咱讲人骗钱，在座各位，你有捐款给台湾民政府，请你举手。我今日做你举手啊，你若捐一块，我赔你一千一千万倍啦。你点咪就好呀，对不对？无诶。咱有向全台湾的老百姓捐钱无？无呢？奇怪吼，全世界有一个骗那个诈骗集团哦，唔免骗钱，啊不免骗钱，唔骗钱别骗骗啥？无呢？足奇怪呢吼！啊，所以但是这典故有效呢，讲句有效呢，中国人用这套哈，你甲咱骂哦，其实伊免骂啦，伊这上侪是将。台湾民政的速度呐，又较慢尔，干那呢尔？因为我听你讲吼，咱医生嘛伫遮，疫苗你拢知影嘛，对不？健康的人爱注疫苗有无？啊，疫苗是啥？其实是病毒吼，去互消灭，讲很弱、很弱、很弱，啊，甲你注入你的身躯顶，啊，你的身躯顶产生抗体。安尼后摆，然后迄个病毒呐入来，你就要让它抵抗。啊，我的论述就是讲，你注这个抗体对袂？你的身体呐足弱的，你会去让病菌呐把你吃掉。各位，你会不会被病毒吃掉？因为你拢足清楚嘛，你有读这论述嘛？所以我常你讲，你论述爱去读。哎，唔能讲上课上上，安尼你就捌啦。我跟你讲，不遐简单嘞。台湾的这个地位哦，有够深的啦！因为安怎讲，为殖民地变作神圣不可分割，但是这点有真正的并未过。啊，过来，我咧上课，我甲恁讲，占领未当移转主权，国际法内底。啊，有人讲啊，占领未当移转主权，这写伫底？有啊。海牙第四公约，但是海牙第四公约嘛，不是写占领不得移转主权，无这几字安尼写呢？伊只不过是讲占领者未当改变被占领所在的人民的权利，还是人民的，敢那头头是总理所讲的语言、法律，也未当将这块土地甲并吞。这是当时才是在变的，1830到1840。拿破仑时代以后，才有这个规定。所以，因中国人，甲2007年开始，因才开始伫南京军区司令员带领之下，有83个国际法的博士，伫武汉大学的领导之下，开始研究战争法。啊，战争法研究以后，伊嘛出一本册，伫2009年，这本册蛮好啊呢。我甲何罪伊内底所写，所有每一个甲我讲的拢一模一样，
为头甲变甲尾，敢若一个部分无写呢？台湾伊无爱写呢？但是伊虽然无爱写，咱已经足清楚啊。中国中央，尤其是共产党的中央，已经非常清楚，就是讲于情、于理、于法三面，台湾甲中国已经拆断关系啊。所以伊才会改变，改变讲台湾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啊，那既然核心利益，啊，就真好解决啦。中国嘛是咱的核心利益呢，我讲的对不对？对啊，像那核心利益，我物件拢卖恁家呢，我要跟你赚钱呢，啊，不是你的核心利益不是啥？所以核心利益啊，不是代表讲是伊的土地。他做总理讲一句话真趣味，中国的 GDP 啊，即摆你敢传啊存偌济？7.6，本来偌济14、14，啊是安尼存7.6，各位，奥巴马是厉害呢。你也看吼，即边伊伫选举的时阵，全世界的国家拢总支持奥巴马，干那一个国家支持罗什么尼，罗姆尼，是安尼干那中国支持罗姆尼。啊、全世界都支持奥巴马，这你有看到新闻吗？对不对？啊，不是奥巴马对伊真好吗？啊，罗姆尼国讲啥？我如果当选，我马上把中国列为控制汇率的国家，有无？啊，伊个支持呢？是安怎？其实中国人足清楚的啦。奥巴马若当选落吼，我感觉因会遭殃啊，果然不错呢。伊一个当选，伊就两党的参议员拢个叫来。金融专家拢甲叫来，甲叫来讲啥？阮为今日开始禁止在厂商伫中国生产的物件入来美国。我甲你讲，伊若甲禁一礼拜吼，啊若中国无倒甲密密麻麻随在哩，毋是敢若禁伊一礼拜就好呢？禁一礼拜，你敢知影台商啊？最近台商，尤其是沿海啊，报纸写啊，不是我讲的啊，新新闻也好，啊，那个美国的那个报纸写，《华尔街日报》写，写啥？台商会倒一半，开始倒啊呢，开始倒啊呢，啊，那台商会倒一半吼，中国人我看倒超1/4啦，啊，你讲中国政府是有啊，因的钱拢是少数的干部啊。他说：“伊讲博士来讲吼，那这人民币吼，这甲我同款阶级的无1亿以上吼，拢若无1亿的时阵，伊才算贪污啦。阮这边皇宫有偌济钱？37亿呢？啊，中国敢有你讲啥？无呢？啊，我上课嘛讲啊，洗胃的时阵啊，迄、那个轰炸南斯拉夫的大使馆的时阵啊。”中国共产党要求所有大学生拢爱去行街头，去美国大使馆甲抗议。啊，但是第二天就无看半个人咧，是安怎？因为美国甲遐大头遐学生讲啊，你哪一个人明天再出来，我帮你拍了照，我保证你一辈子去不了美国。啊，都拢无人去啊咧。说全世界国家的领导人。差不多10个领导人的囝拢伫美国诶，干呐中国呢？所以讲中国偌强，啊那强就免去啊，都倒遐就好啊。啥呐？因遐囡仔伫美国拢有绿卡，啊中国不是足好诶吗？所以各位啊，你敢看真济现象，你就知影，中国绝对袂来打台湾。问题今日是讲，你台湾人要安怎决策？你台湾人要安怎来行？400年来，台湾人毋捌建立家己个国家，美国即摆讲我甲你协助。所以2010年个11月初6，美国伫判决以后，证实国务院要求台湾民政府成立内阁。
甲参议会。当时，阁派 CIA 来参加咱的管理的，甲咱拢翕相的，相翕翕袂了，摕去美国去放。我还得到的消息，伫国务院，伫迄个国防部五角大厦内底放的时阵啊，伊哪讲？因为咱所有迄当阵领导哦，相片拢有伫顶悬啊。伊讲吼，伊看起来吼，遮个人吼，毋是肉，毋是坏的呢，看起来好像很温柔呢，不太像革命家呢。咱毋是革命家，我从来毋捌甲故意讲吼，咱来革命哦，恁摕刀啊，摕枪哦，冲啊！我今日甲你讲，那有人去甲你讲摕刀、摕枪、冲啊，拜托的，你甲讲你做大生，我徛到你后壁。这民进党过去就这种型的啊，台独过去拢这种型的啊，互你死啊！逐摆示威啊呐，上气皮的因就选啊呐，啊，一寡咱台湾人足热情的，拢真正要替台湾牺牲的，拢做台前头前，啊，拢讲甲明明白白，敢无？有无？各位。即马因摕做未成，甲你讲，你台湾人无够合作啦，台湾人无团结啦，咱无合作吗？咱无团结吗？凯达哥，咱你行路是向你行的，是咱你行的呢。咱无合作啊，咱足合作的，我甲你讲，问题是行的方向唔对啦。你要将中华民国变到倒，唔免。中华民国是代替。美国的军事占领，占领者，真真正正法律上的占领者是美国军事政府呢。金山和平条二十三条足清楚的呢。所以，咱将来唔捌去中华民国去甲示威去甲创啥，我唔捌。咱每年一摆是去对，去 AIT 去日本的交流协会，甲日本讲。你要精神了啦，不能再睡了，起来。日本最近起来，你知不知道？日本外务省派人来上课，我刚刚讲两项事情，他就精神了。我那个日本天皇的诏书有算吗？1945年4月初，那个诏书有准算吗？我给看，两个头直直点，有准算。我阿翔也有准算。用日本天皇因阿伫顶管，啊！而且日本的国会参议院、众议院从来没有把日本天皇的诏书废掉。啊！那日本天皇的诏书伫台湾这块土地有准绳，咱今日转台湾，要阁是日本天皇的宪法内底所照顾的所在呢？只不过是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一条的咪，将日本天皇的权力 suspend。悬空啊，甲吊起来，甲吊起来，唔是死去呢，吊起来娘娘呢，有一天会甲放落来呢。啊，所以伫法律上，咱今日台湾人，也阁是日本天皇的臣民啊，臣民啊。但是因为古这个麦克阿瑟将日本天皇的这个宪法明治宪法改下第8条。改下第4条甲第8条甲改下，改下以后啊，日本等于是变作一个新的国家，为原来大日本国变作新日本国，本来是大日本帝国，即卖因为改了宪法，变作新日本国、新日本国。这个新日本国，日本天皇要阁是伊的精神领袖。只不过是日本天皇不可以参政，所以日本天皇有写一张伊的笔啊，有写这个对日本现主席的国民啊，写一个诏书啦。伊称呼讲，今日开始，恁是已经变成我日本天皇的国民。会记哩，他对我讲的，台湾今日是日本天皇的臣民、臣民、大臣的臣、臣民。日本人是日本天皇的国民，我跟你问呢，国民较大还是臣民较大？
啊，国民较大有啊举手，啊，陈明较大举手。诶、欸，我拢无甲你讲，你就知影咧。啊，所以日本人来，我安尼甲讲，伊拢无否认咧。但是我甲讲，喂，你日本人看咧，我较客气啊。我是神咧，你是国民咧，啊？所以各位，当然因是叫我讲卖阁讲啦，但是我感觉爱讲咧。八月十五是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日子有啊。哎、欸，咱已经受到邀请，明年八月十五要去靖国神社，因为日本靖国神社日本的内阁派人，我讲哎、欸，啊你无邀请我台湾民政府我的内阁我嘛有呢，要安尼两个拢来，我讲上面徛到头前，谁要站前面？什么人？你拢足巧的嘛，新民较大徛头前嘛，啊？因为这不行啊，我想来不行啊，不然你问日本天皇，新民较大，国民靠后边才对啊，所以应该要开始改变啊，应该开始乱啊，要不将日本的宪法给废除啦，要恢复原来日本帝国的宪法啦，把日本人拍手一下。我跟你讲、哦、台湾民政府的出现真正让这个世界、哦变动了。现在奥巴马说照国际法，希拉里说照国际法，日本现在总理也说照国际法，印度也说照国际法，国际法过去你们都不爱说，只有我们说而已。所以我们过这个美国，你说要有伟大吗？有吗？自己打好今天我们台湾民政府在走的就是国际路线，所以中华民国是怎样不敢跟我们出题， CIA 说得很清楚，我已经跟中华民国造会这个团体是都照国际法在走，你不可以用你的刑罚以上的处分来对付这个团体，所以你才会说在外面走路都有风呢。所以讲，你虽然你伫外口有拄着真济困难，我知影，即我其实真济，因为恁拄着困难，甲我拄着差不多嘛，较有可能。啊，中华民国遐尼啊大，啊，恁若无武器，你是要哪个兵？你拄着安尼问题无？有无？我免甲你兵。你中华民国甲我毋是对手，你去边啊？我的对手是美国军事政府，中华民国和美国军事政府去处理就好啊啦，对不对？啊！我跟你讲，你国际班我才跟你讲，美国要哪处理这个马英九？我跟你头讲，好冇？啊，哪要真爱拍破？这嘛是美国的大使馆的参议在香港无注意讲出来。伊讲吼，我美国处理马英九唔足简单嘞，五分钟就甲解决啦。嗯？啊哪解决？直升机啊！当时菲律宾那个贪污的足大迄个马可斯，直升机五分钟就解决了。降落，马英九请上飞机，拜拜。刷咧宣布，台湾民政府伫华盛顿 D.C. 迄个办公室，刷登来台湾，啊！你台湾训练好这四千名，夹起你，台湾政府完成啦。所以。我都没烦恼，我足知。你外口那干嘛拢不要紧，有一天你就知。我跟你讲，你要做政治人物，你有两个代志唔通去帮。那查甫的吼，查某唔通去帮。第二，唔通去帮钱。所以咱到今日为止，咱无甲你募款，咱嘛无收募款，有啊。台湾即马有真济吼，目睭较金的吼。开始知影咱呢，透过足侪关系呢，我甲你捐款，诶，毋是小小数字呢，但是咱啊呐，免，我有钱，啊，即马讲这个有钱吼、喔，哇，嗨啦，美国吼、喔，真侪单位目睭拢金起来，诶，伊哪会有钱？美国单位足侪呢，公司爱就好，
有 AIT 的 CIA， 有美国本土的 CIA， 有日本的 CIA， 台湾就是 AIT 的 CIA。咱不是只有这几个单位而已，还有国安，还有国防部，咱报纸没订到要害，有吗？咱已经订十几遍的半版的，只有那个自由时报，那个啊，做九月二六去拍的，那个开多少钱你知道吗？两百万呢，两百万呢，咱哪有那么多钱？即我会当安尼比啦，因为我有甲伊答应讲我袂当讲啊，但是我伊无讲我袂当比啊。啊，你知影无？我甲林书豪共款。不过我讲迄个林书豪讲的，甲我讲的无共人对影。咱还阁有无？还阁有呢。一月二一，奥巴马就职是一月二十号。一月二一，咱要伫《华盛顿邮报》。美国啊，订一个专版的，给奥巴马，因为咱2005年的九月二十，咱伫《华盛顿邮报》订一个专版的，甲写啥 ？What are you doing？ 你们美国在干嘛？所以明年的一月二日，咱要甲登一个讲 ，You must do it。美国啊，不是总统，必须做这件事情。做什么事？让我台湾人美国军事政府发行的旅行证件，好不好？我跟你说，旅行证件拿到，台湾的贵官了，那个腿上面的，我跟你保证，外面都排队了。今年12月31日，我们有一个忘年会，你爱来。你不管你住几队，想办法爱来，早时10点开始。不过你爱来吼，爱交迄个食饭钱来，咱无钱啦吼，所以你爱交食饭钱，合理无？你袂当讲叫迄个车呢，迄无理呢。我阁讲一摆吼，你讲奇怪，你台湾民众啊，阮去唔交一个10000块，交6000块的，各位，你爱讲忘良心啦，你有良心无？有无？恁讲大三工食，困两暗食十顿，交10000块有过分无？有无？啊，若无过分举手。无举手啥意思啊？哈？我讲无过分啦。你去外口的民宿去看卖啊？你去外口吼民宿，你甲试看卖啊？伊这个头家啊！坦白讲哦，伊嘛是同款安那呢？对咱台湾民政府，尤其台湾这个论述啊，非常的推崇啊。伊嘛做甲咩？买菜拢家己去买，你知唔啦？伊讲要予台人食上好诶。伊嘛捌做台大医院的总务科科长，总务处的处长呢。台大医院呢，迄偌济人爱甲抱呢？哎，现在不一样，现在在铺国语呢，这替人家买菜呢，谢谢不给他拍手好吗？你如果拍手吼，我稍等你看到他，我跟他说他还有一个企业去做那个捕蚊灯啊，一粒1-2千块，因为你跟他拍手吼，因为上一期有送他呢，一人送一粒呢，啊，这期又送一粒好吗？好，跟他拍手无拍手，我不爱送你。无拍手，我爱送。坦白讲哈，今日咱这个论述发言以后哈，咱拢真欢喜。卖讲你呢，我嘛足欢喜。坦白讲，这几年内底哈，有经过真痛苦的时间。拄我发言时阵哈，写遐文章开始写的时阵，坦白讲，真正练目屎。台湾那只可怜，拢唔知影，刷入去吼，台独的也好，民进党也好，一直讲吼要将中华民国，你会记吼以前的时阵，因安怎讲，党国时阵安怎讲，要将中华民国变好倒有无？
啊，要将中华民国消灭有无？要将国民党消灭，要甲，互全全世界拢无看到国民党有无？诶，即摆拢无共款呢。即摆呐，要消灭中华民国，国家幕较暗呢，对啊，国家顶个较暗呢。各位，选举就是伫支持中华民国呢，互中华民国继续生存呢，继续甲你努力呢。所以你讲民进党遐有够狂无？有啊，伊个台独党纲安那写？咱个名叫做中华民国，可以看到鬼啊！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这块土地日本天皇的。马关条约，恁每一摆上课，我拢甲伊讲，马关条约都已经足清楚啊。这块土地是大清的大皇帝割予大日本帝国的大皇帝，皇帝对皇帝呢。所以这个土地是日本皇帝的啊，到今日还阁是伊的啊，是安怎？旧金山和平条第一条到二十六条，没有对日本天皇有任何的处分，啊，那不是伊的嘛？足清楚的啊！啊，那是日本天皇的，但是因为日本天皇在旧金山和平条第一条的 B， 叫 suspend， 叫悬置起来，给吊起来。伊讲日本天皇，你别当讲话。啊！日本天皇袂当讲话，啊，要安怎？日本天皇伊虽然袂当讲话，但是会当摇头啊，会当点头嘛，会当挥挥手嘛，会使无？所以美国迄人出难题给我啦，用你家己去甲日本天皇讲啊，讲你要自治啊，还是你要建国啊？你也去讲啊？我就想呢，说五年的时阵啊，本来咱是要去小巨蛋啊。长庚的长庚大学迄个巨蛋啊，要伫遐办迄个暗会。美国甲讲了后，咱就大家开会讲，安尼要安怎？啊，日本天皇袂当讲话啊，很简单嘛。咱叫150个人去日本天皇的皇宫头前，甲你挥挥旗，啊，日本天皇来摇摇手。所以我特别讲吼，去的时阵啊，甲翕相起来，啊甲。做了啊，录影带啊，甲翕起啊，啊真好，拢有去。所以咱去时阵，大家去甲话讲，满载满载满载时阵啊，日本天皇讲，我同意你们自治。这是我甲美国人讲的，啊美国哦听到笑个，伊讲伊哪有讲，我有啊，你无听到啊？你有听到无？拍手，讲你有听。所以美国人啊。哟，哎、欸，我叫 Roger， 你谈得真好呢。我唔是真好，我是照你美国的意思。啊，日本天皇已经同意咱自治啊，对不对？今年咱要过去，咱这摆去两摆个。哎、欸，这边有要去的也少啊，看，真少啊。啊，有38000也少啊，看。你即摆唔是即摆啦吼，你落地啊有38000会当摕出来也少啊，看。拢无。我要叫恁去啦！我要叫恁去啦！安尼啦，无去嘛无要紧啦，因为咱即马已经差不多得变到200个啦。啊，但是呢，即期吼高级班是要去日本的最后截止的一期啦，因为要去日本很爱做西装，拢爱穿黑。啊黑呢，咱的主席，我甲咱的主席吼，替咱大家揩油。我讲诶，啊人吼，大拢穿黑吼，啊去内裤带嘛，互伊同款。啊！你日本的内裤带，迄个银色的吼，银色的内裤带真水呢。台湾敢那无呢？啊，所以你主席，你一人爱送一条。台湾无银色，对不对？对不对？啊，无人讲话呢，安尼不爱送你啦。台湾无银色，对不对？对啦，吼，好。啊，你主席爱送对不对？对。我讲恁讲的。所以主席吼，一人送一条银色的内裤带，啊，咱穿个大拢同款嘛，对不对？所以呢，12月23日，日本天皇的生日，咱要去。啊，这边吼，咱的行程是20透早坐一架包机去日本。吼，啊，包机到以后吼，咱马上要去靖国神社彩排。啊，彩排的时阵，因为明年日本的内阁，甲咱的台湾民进的内阁拢要去嘛。啊，要去的时阵，迄内家爱徛啦，吼、哦，爱占那个位置，啊，所以呢，咱要去，
啊，即马去的阵，咱已经讲啊真清楚，台湾人要徛头前，除了讲你很准时将日本的宪法甲修改掉，咱就无话讲，因为我都修改无，伊有法度啦，但是吼、哦，唔是一两年内有法度啦，啊，所以呢，歹势吼，我先徛头前，你先徛后壁，啊，所以呢，咱爱去彩排。啊！彩排以后，等于去暗，咱要住伫迄个 dom 就是吼、哦、大巨蛋新的 hotel， 真大间的 hotel。啊，这个 hotel 我跟你讲，你敢那头一暗食的自助餐哦，你就够本啊啦。安那讲够本，伊用迄个帝王蟹自助餐在你食，我即摆才知迄个帝王蟹一只偌济钱，你知无？一万几块的台票。帝王蟹啊，一万几块呢一只。我跟你讲，伊讲在你家自助餐啊，我知影吼，去年敢那上济人胖八磅啦，迄腿拢遮大只的嘛吼，讲胖八磅啦。啊，所以我嘛跟你讲吼，迄天的中昼你卖食，食就算就好。吼，迄帝王蟹也袂歹食呢，我敢那一世人嘛要食一摆尔呢。足大尾啊，足大只啊，一只万几块台票呢。我跟你讲哦，咱的三万八，这是李应，迄李应霞是咱的学员呢，伊唔敢赚咱的钱呢。我讲哦，你若赚我的钱哦，我知影吼，后摆庆生呢，贪污呢，咱有讲过嘛，对不对？贪污庆生对不对？赞成的举手。哦，拢在赞成好。哎、欸、啊，无赞成呢吼。不一定要清晒，因为咱无乖啦，没有监狱啦。咱后摆啥清晒，甲一个啥鞭刑，安尼尔。哎、欸，你想看卖吼，院长，咱奈着该请人家顾，搁起厝好大，啊，搁嫌讲寒天无烧水，免鞭刑，一礼拜唔是礼拜，一个月拍一摆，拍五个，后礼拜过来，哎、欸，后个月过来，好啊，过来。嘿，那变形雷到地吼，我给你保证吼，拢一定爱一个月才会好啦，对不对？一定，差不多啦吼，一定赞成，你有听吼？所以你搁犯罪啦，绝对搁犯罪，看卖啊啦！我给你保证哦，台湾以后是一个无犯罪的所在啦，对不对？哦，哎、欸，这是真的哦，这没假哦，这是真的嘿。啊，这拢有训练过嘞，吼、哦，这有训练过嘞。迄拍嘞，我吼拍一个吼，我甲你保证吼，啊，你有看吼？迄、哦那个咱台湾有迄诈骗集团去上新加坡抓到，啊，有一个外省人，法官甲讲判讲鞭刑一下，拍一个鸟，转来台湾吼、哦，一个月啊，惊咯，开卡经，伊讲吼，为什么？哦，生不如死啦。所以吼、哦，这个鞭刑吼、哦。啊、有的人说、哦、这样不合乎人道，喂，你在犯罪的时候，你就没考虑说别人的人道，谁哪给你打你就有人道吗？各位你有赞成吗？赞成的举手、哦、都你举手的，不是我、啊、所以台湾后来没犯罪，监狱都变成观光饭店，好吗、嗯、这大家都赞成了。其实台湾人的素质真好。三一年，去年三一年的时阵啊，迄、那个祖妈咪，就是迄个啥叫啥海啸。海啸来的时阵啊，日本人受到遐尼啊大的灾害，日本人无乱，社会拢无乱。当时因要伫 Seven Eleven 要买物件是拢排队，汽车出去拢总排队，看到全世界拢惊着，各位。台湾人其实的水准跟他们那当中同样。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那个时候台湾人已经没有部队了，没有警察了，但是台湾人没有犯罪。60-70天的内地台湾人没有查了，犯罪率是零。各位，我们有很好的素质了，对不对？咱去学中国文化，扑一个啊，土土土！迄中国文化，
乌白甲你舞啦，啊，变做咱人啊，廉耻心啊、羞耻心拢无去。啊，看到物件就是，咱家己会当摕、会当偷、会当抢，拢偷抢。所以吼、哦，我绝对相信，台湾民众若执政的时阵，台湾人会过着真好、真好的日子。你讲对不对啊？咱为国国当代台湾的地位，台湾的地位在这款的情形之下，要怎来解决？日本天皇，伊就是同意讲好，予你驻地。啊，其实伊这驻地，伫1950年的联合国有六地决定，伫旧金山和平条要签的以前的第五条，甲你讲啊真清楚。就讲台湾这个土地上好是予伊驻地。啊，是安那？美国安那规定？联合国安那规定？同盟国迄当然为着。这个大日本帝国这么强，它是世界上的第一流的国家，那个美国才排第二流、第三流而已。那个时候呢，日本它有29架的航空母舰，中国现在一架那半残废那航空母舰，它臭屁了，我哪会说它半残废？那架飞那个做航空母舰出来，顶管都没飞机呢。啊，干那讲啥？讲阿祖，伊即摆练习啥？剑术啊呐，会当降落来，啊，佫飞起哩。诶，二季来拢也要表演呐。战争的时阵呐，战争的时阵，唔是干那一个教授会当安尼尔呢？迄是规定的教授拢会当来降呢。啊，伊降的时阵真奇怪呢，就是伊的剑术舞啊，迄个飞机后壁尾啊，无迄个钩子呢，足够的呢。伊个军舰无迄个钩子呢，安尼伊讲伊一只顶悬会当停留啦。我甲你讲啊，敢若我所讲个，美国国务院迄个国防部甲我讲啊真清楚，2018年个以前，中国迄只全航空母舰啊，绝对无法度使用啦，对个啦，免臭屁，敢若吓咱台湾人互惊着啊，台湾人足惊呢，啊即摆看着讲好。要求中国哪会这么强？啊，现在看到他强啊，有人说，啊，这是祖国。自己什么人，自己不搞不清楚啊。在座各位，你的祖先都亡啊，都在台湾。我要跟你请教，因为今年的陪亡的时候，我特别去跟棺材我的祖先，我说，别说你，说我啦。我的祖先的家的红格桌上那个高马卡嘛，我给他打开给他看里面，我阿公的名字有，我阿祖的名字有，我还起来太祖国贵没了。但是奇怪的高马卡嘛里面写我是17代呢，17世呢，我还算说奇怪的，这样桌上算到13、14就没了呢。啊，这是一点，还第二点，我祖先的梦，只有跟我的阿祖找得到而已，剩下都没有。你们在座各位，我问你，你的太祖的梦，你还有的你举手，你的太祖是阿祖的老爸啦，阿祖的老爸有的举手，有啊，好啊，还有太祖有的举手，继续举着，我紧。啊，搁几代？顶悬三代还有无？啊，族谱无准，莫讲族谱。我若讲族谱哦，我的族谱嘛写甲足水的。我甲你讲呢，拢无影呢。你验迄个 DNA 就知影嘛。验起来拢是病部族的，即样世间吼，咱的头壳拢戆去啊啦。就是讲，咱是为中国来。所以我看一个戆人，我以前较支持的戆人谢长廷，去中国讲，搁去拜啦，啊个哈泪流满面啦，啊你夭寿啊！你拜唔到人，伊家己唔知影呢。伊的祖先伫迄边吗？是知影伊拍铁啊假的人啊。所以各位吼，我常咧讲吼，中国人的教育是甲人骗。因为大日本帝国太强了，所以同盟国决定讲，
要将日本啊，大日本帝国甲四分五裂甲拆起来，啊，所以伊家用一个分裂，分别占领北海道，顶管的北方四岛，苏联入去，啊，就先交予苏联，所以去独岛，叫做主岛，予韩国。这个也做神卡古，就是钓鱼台。这个人在交予美国来军事占领，托管啦。啊，搁刷嘞台湾甲这个边哦，予中国的殖民政权来占领。安个有一个所在，南海。1939年的3月9号，高雄宣布，连续两届宣布，南海。西沙跟南沙，佮改名叫做新南群岛，72个岛拢佮命名，迄是向全世界宣布呢。啊，佮宣布以后，全世界拢佮承认讲，新南群岛就是大日本帝国个咧。今日因为咱向占领，咱一个台湾民政府啊，一个毋是一个国家，含一个自治国都一个毋是啊。所以咱嘛，你来研究，奇怪，按即摆下阵，咱要来宣布讲南海是咱的时阵，要来告谁？要告谁？敢若无地好通告呢？嗯，啊，即摆上好告就美国啊，对吧？啊，所以呢，美国伊即摆南海的问题，伊叫日本出面有无？你袂感觉很奇怪吗？啊，甲日本啥物关系？遐尼啊远，啊，咱叫日本？因为日本台湾的高雄，1939年的3月29到3月30，连续两届宣布新南群岛的这个主权是属台湾高雄州的。啊，安尼时阵，所以伊才叫日本去甲文莱、去甲越南、去甲越南讲，是安怎？法律上来讲。这些土地还是属日本天皇，啊，属日本台湾的高雄州所管的。啊，这是怎样的东西？有石油啦。我讲上帝真的很疼台湾的。这个石油是世界存量第一名的，南海。但是这个南海，探去哪里？钓鱼台、尖阁群岛。啊，尖阁群岛这条线又探去哪里？台湾的台南啊，所以台南有乌一口一口井，是嘛？还阁有美国，伊讲你中华民国，你是占领人啊，你袂当共乌。迄口井、迄油井供应2%的台湾现主席的使用量呢？咱若台湾民政府执政，我甲你讲，今日执政，明仔载马上讲开始乌，我绝对甲乌。100空，安尼台湾都有钱嘛，对不对啊？啊，你要我无？啊，你免拍手呀。好，恁讲要学吼，时到即阵，我叫恁遮今日遮人拢去学。恁要学啊？恁若遐尼啊，迄落刁钻啊！你讲，阮着摕钱来抢人就好啊，对不对？所以你台湾有钱无？足摕钱的啦，我无甲你骗啦。所以全世界吼，你做你手，你尖阁群岛，你日本安怎讲？当然，尖阁群岛伫法律上是台湾啦，但是台湾是日本啦。所以尖阁群岛等于啥个？日本的，日本天皇的啊。啊，这不要紧啦，你安那，反正伊若嘴要讲遐，互伊去讲啊，嘴笑啦，做你去笑啦。我都台南，我甲恶落去，我都游啊啦。所以吼，我看时间，大家拢要去住台南啊。因为呢，咱即马规划两个州哈，你们各个州拢有州的法律，哈，拢有各个，但是中央有中央哈，咱有六个州，日本时代有六个州啊嘛，啊，即个即马哈，啊，做高沙族的特别把它分出来，这是美国安尼讲的啦，高沙族互因做一个高沙族的迄个自治政府，啊，讲到高沙族哈，啊，我上课爱来讲一个。啊！伊讲啊，阮乃要叫原住民，要叫高沙族。原住民
就是中国国民党甲中国共产党要联合要消灭这些原住民啊！你拢听无呢？啊，有人听无呢？哎，我已经混到两三年，才改做原住民的呢，推阿民啊！今日伊甲你叫做你是原住民，啊，伊讲伊干啥物？新住民，对不对？过五十冬，还是过一百冬？遐新住民讲啥？我嘛是原住民，安尼原住民无呀，拢同同款呀。所以台湾原我无呀，啊，我嘛是原住民啊，我新住民就叫原住民呀。五十冬、一百冬以后，我是原住民啊，敢毋是？各位，啊，那高山两字咧，阴阴旧旧，啊，这高山两字为着来，啊，先甲研究吧。日本的古早的册内底有写，台湾这个所在，哇，足侪高山啦、啊。好漂亮啊！日本的古册讲称呼台湾这个土地高山，敢那是澳洲经过台湾的时阵讲哦，福尔摩沙，同款的意思啦。所以高山两字唔通去学无去啦，因为高山唔是敢那高山两字呢。迄当阵日本时代的时阵，还过一个高山义勇军。谁人讲高山义勇军唔通去学无去？高山义勇军。有很辉煌的历史呢。迄个时阵，因为台湾人唔是日本的国民，所以台湾人袂当做兵啊。干来当派啥义勇军还是志愿军呢？是到1945年的4月7日，日本宪法伫台湾实施以后，台湾人才是变做日本的国民、甲臣民呢。变成臣民以后，会当去做兵，而且做兵死以后，放伫建国神社39100名。这历史中唔知影呢，啊！你台湾人伫1949年12月，叫中国国民党将台湾人掠去中国去战争，去所谓的国共内战，有无？死足济呢？死以后又甲你囥伫伊个建国神社无？无呢？啊！你刚刚看这，你就知影讲你是啥物人啦、啊？你若是日本人，日本人咧该囥伫建国神社；啊，你若是中国人，伊也袂该囥伫迄个忠烈祠。干那看这，你就知影。腿下面，含我拢同款啦。安尼有清楚无？所以，你伫外口，你讲讲吼，哦，阮秘书长讲咱是日本人。各位，你唔通向向该讲你日本人啦。我无改变，你会叫伊甲你骂啦。我绝对袂做日本人。啊，日本侵占台湾啊！你敢讲哦，对一个条约啊，讲日本窃占台湾，窃是就是啥偷窃，我偷窃，日本人当时偷窃台湾，当时日本从来没有窃占台湾呐、啊，伊是按照合约、按照条约拥有台湾呢、啊，你已经挂好人去啊呢，马关条约，皇帝对皇帝永远割让台湾给日本天皇呢。啊，是因为日本天皇照万国公法1937年，予你皇民化，然后照步一步一步一步，到1945年4月7日实施宪法以后，予你参政权甲参战权呢。啊，讲到参政权，迄当阵日本天皇是台湾经五个人代表议员、参议员去日本去开会，林献堂就其中的一个啊。啊，参战权就是啥？参战权以后，你政绩以后，把你放给建国神社啊。两个都已经实施了，就是宪法内底规定的拢给你啊。你不得不承认呢。啊，有人讲哦，啊，4月7日，啊，日本当时8月15日，啊，四波半月尔，无遵守时间收底。你派议员去共开会，薪水共领落，安尼无遵守。啊！那恁你甲恁太太昨结婚去登记以后，隔两天讲，我要换一个太太，安尼会使无？会使无？会使无？拢查某的声音呢，好吗？查甫拢点点呢？怎么？这是法律啦，这么清楚，安有简单无？很简单呐、啊。所以，咱今日的高级班，你读要读的重点是对。第一，占领袂当移转主权，这你两个读的。第二，1945年4月7日，
日本天皇实施诏书，给台湾人参政权跟参战权。台湾这块土地为殖民地变作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啊，那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永远不能割让，永远不能割给别人。殖民地才可以割让。当然，没错。1898年，美西战争。1899年以后，西班牙将关岛、波多黎各、古巴、跟菲律宾割让给美国。只有殖民地才可以割让。国际法规定啊，足清楚啊。啊，台湾这块土地，因为伫1952年、51年签约的时候，已经是日本天皇的土地，所以美国嘛是无可奈何，绝对无都挂给别人。所以台湾这块土地的地位，免和咱变啊啦。咱已经写甲真清楚，当时美国完全承认啦。啊，美国选来要承认，咱是照国际法。所以美国常哩甲你讲一寡吼，你拢用，你若无来上课，你拢听无呀。台独代表战争，为什么台独代表战争？你要独立，你无问天皇，你的厝主你甲问，你无甲问，啊，你干那讲啊？你我住遮久啊，我住67年啊，我已经变作我的厝啊，会使无？会使举手？那会使，我去带领导，我甲你讲。明仔载我来公道，阮家的人叫来公道，不可能嘛，对不对？啊，讲起你就听有啦，啊，讲到台湾你就听无啊。所以有一句话，民进党最爱讲的，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对不对？对一手，啊，唔对一手，啊，无一手什么意思？绝对唔对嘛，啥人唔对？刚刚秘书甲你讲，国宾饭店是住伫国宾饭店的人诶。啊，这句话呢对啊，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呢、啊。你若说是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我请问你，你交地价税、交房屋税是交什么意思？表示讲你爱交税金，表示讲你这间厝、这个土地，要搁有一个头家伫咧嘛，所以你才交税嘛。啊，无你交什么税？啊，那么简单嘛？是你无想到尔啦，你头壳无真清楚，甲想到，因为拢照迄个感情的。口号啊，台湾拢爱台湾啊！我常常你讲，你有爱台湾无？举手有爱台湾举手，这拢无尊崇啦。因为吼、哦，他拄啊，胡锦涛嘛讲伊真爱啦，习近平嘛讲伊爱啦，啊，邓小平较无线电甲讲伊嘛足爱啦。各位，大家拢爱台湾呢，啊，袂当讲用爱台湾这三个字吼、哦，要来涵盖呢。所以咱吼，除了爱台湾以后，咱爱替台湾来设想，啊，要设想啥？就是讲台湾这块土地，先甲找到伊的元素，伊真正的地位，然后咱就会当来解决台湾这块土地所有的代志。所以是安怎讲，大家咱来受训，因为美国甲咱讲啊真清楚，当时。1945年的时阵，单于来台湾，带了着行政一设两个单位，一个叫做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另外一个台湾的警备总司令部。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就是什么物件？就是民政府啦。啊，警备总部就是军政府啦。当时伊带一批名的国务人员来，迄当阵台湾人有600万、600万、600万的人口，超1000名。一台湾人，哎、那个中国的公务人员来，所以咱迄单位拄到啥？校长是国校毕业的。我会记得我伫读册读高中的时阵啊，我遐老师，尤其是迄个英语的老师啊，讲英语我听无一句个。我读建中呢，讲起我拢听无呢，我有惊着呢，啊，英语哪呢？什么时候改变了？伊的音嘛无同款啊，所以吼、哦，他们讲啊，读建中三年，拢靠家己啦。大部分囡仔拢安尼，即摆安那我唔知影啦。但是我迄个时阵啊，我常哩讲迄个例吼，马英九，马英九是安那，是保送的呢，伊是侥幸呢。建中的录取的榜单哦，即摆要努力两个变900几个啦，但是。
建中那年的分班啊，二十四班，一班五十个，一千两百个，录取差不多一千个，啊，那变成一千两百个，两百个拢中国人啊。伊讲是华侨啊，免考啊。所以迄当阵考调的时阵，囡仔拢嘛较严嘛吼。啊，你考几分？我考几分？干到几个人白讲啊，死都白讲啊。哎，安尼是无意思呢。那我拢甲你讲几分，啊，你白讲你是扣分啊。讲我免考，咱保送。我透死人嘛，唔通听到啥物咧保送。所以马英九高三的时阵，建中二十四班内底两班的主任诶，社会组，一个是侨生，一个是十八班的是侨生，啊，十九班的是台湾人去读的。伊读十八班嘛，侨生。然后伊考这个大学，考到淡江加分，台大。所以选总统的时阵，那个学历写真好，吼、哦，台大法律系，台大法律系迄年毕业，敢若一个人考到中华民国律师，名叫做马英九。刷入去终身奖学金去哈佛，拢免考呢。国民党提钱去哈佛寄付了，给伊读的呢。我讲的话，我负责任啊，百分之百负责啊。伊去哈佛读，迄年哈佛刚好一个人无考到，考到美国的律师，名叫做啊，你拢知影嘛？迄种三流的人，你统治咱台湾人啦、啊。啊，我跟你讲哦，迄个不要紧哦，伊即马开始去制作，即马好听高中的哦，为中国来读册。国家补助钱一个月三万三万几块而已呢，伊可以做第二位的马英九啦。所以你台湾人冤冤枉枉，和遐死中国的通敌啦。我讲到这个死中国的通敌吼，我得爱讲一个故事，和你听是生物界的代志啦。你要听无？红蚂蚁加黑蚂蚁，有听过举手？啊，拢听过，我不爱讲啊。我讲另外一个故事，好唔好？啊，因为红蚂蚁你拢知影嘛？我没有听过，叫别人讲给你听。我跟你讲吼，我阁讲另外一个故事。两只老鼠啦，鸟鼠啊，你知影吼？鸟鼠啊吼，搬落两个迄牛奶的桶啦，牛奶的桶啊，无同款的桶啊，两只拢搬落啦。一只伊讲吼，啊，我温死的，我放弃，啊，就沉落死。另外一只，就甲咱台湾民众的只同款啦。我不爱死，你要死无？不爱，对不对？好，爱运动，四只脚，下死命，甲叫。你知影牛奶吼？那安尼不断的搅动、搅动、搅动，会变作啥？乳酪。所以，伊无定讲，伊不止讲干那挖落去、刷落去，伊有规桶的乳酪好他食。咱就是台湾民政府啊，对不对？欸，这不是故事，这是实在会发生的。咱今日。那只无要死的老鼠就是咱，咱活在这个台湾这个土地顶端，物产那么丰富，咱跟他打拼，咱不断的用法律在打拼。美国总有一天要投降，其实美国已经向咱投降了。咱就有一天，这个台湾这个土地是咱所有的台湾人会当来享受的，马上就要变成乳酪了，对不对？所以哈、哦，咱由黑蚂蚁去红穿迄只红衫，变成红蚂蚁，咱来将红衫甲脱掉，咱来将这红的狗牙甲挂出去。我袂叫伊去跳太平洋啦，袂啦。不过伊爱去金门，也是马祖，啊，搁一个所在平潭，嘿，啊，所以真简单嘛吼。我不要让你死啊！啊，你若宣誓对台湾效忠呢？我们可以考虑
考虑哦，像那台湾公民权利法案规定的，考虑让那些人会当在台湾居留，居留的人没有公民权，不能投票，不能当官，这样好不好？所以台湾的问题要解决一点都不难，只要大家人回去那本新台湾论，有新台湾论的举手，新台湾有的哦，啊，有好好手办啊，安尼无的拢是天才啦，吼、哦，无的拢天才啦。你爱一定爱有迄本啊，我无甲你骗啦。因为我上课，我无可能讲吼、哦、三摆上课啊，迄本读了了无可能啦。你一定爱读啦，因为内底有真济是美国的国家机密档案室内底提供给我的，有真济代志你无都解决的，内底拢写甲足清楚的。啊！伊写是写英文呢，我甲你已经甲你翻译好啊，写伫内底，啊你阁不爱看，安尼就太不对不起我咧。你家己去读，啊你若读读诶，你外口多着啥物款的问题，你拢我都甲回答，因为你的回答很正确，你的回答是对的，你的回答有教法力，他不服你都没有办法。所以有的人若甲你讲，咱来革命，你讲请你做台生。咱免革命，我阁讲一摆，我未去叫你牺牲，所以咱的高沙壮吼，来你受训啦。第迄个普通班的时阵我该大大点啦吼，我住伫307。咱的高沙的一个同志吼，真少年吼，引导引导呢，高沙拢足引导的。哦，阿甲讲，秘书长，我们长老说吼，啊，你会不会叫我们去打仗？我跟他说、哦、我不是本政府，我不会叫你打仗，打仗啊，如果叫你打仗你上戏而已，现在千金哦，啊没看到你哦，你就应戏了，我跟你说现在千金到两人没那个事情，不用人了啦。所以中国那些推案面，大家推案面就是说、哦、中国越用越越用。我跟你说、哦、美国最近因为那个尖阁群岛钓鱼台的时候啊，你开始发生代志，美国国防部甲各国迄、那个迄、那个啊做国安的吼，甲我见面的时阵，我嘛捌甲问咧，我诶、欸，啊到底会战啊未战啊？伊讲吼，阮足爱战的，但是中国不战啊。我安那假设啦，假设安那开始战哦，偌久会当甲解决？伊甲讲吼，啊你想看卖偌久？我讲是不是三天？你在笑，一样不用，三分钟就解决了。想怎讲？伊讲你不要去想伊拉克迄当阵，阮美国甲伊战的时阵是安怎战的？伊拉克的部队，迄个美国的部队入去伊拉克，伊拉克是一个输一个输一个输的导航的，够真正战没有呢？为什么？就简单的嘛，中国沿海所有的部队指挥。拢伫美国的雷达内底，拢伫个导弹的内底啊！今日宣布战争开始，按钮一按，嘣，规个指挥部拢翘起来，翘起来免啊指挥。伊讲三分钟尔啦，三分钟就解决了啦。所以遐是中国的高干会不会？他不会，大家钱拢伫美国。大家囡仔拢伫美国战争，干那哈尼台湾人会晓尔啦。我干那要想要摕台湾安尼尔嘛？啊，其实伊我都摕台湾啦，绝对无法度摕台湾啦。啊，所以讲，伊要哈日本会使无？日本本来唔知影，日本本来真惊呢。美国最近改打了强心针啊，讲你惊啥？有我美国伫咧啊。那架航空母舰袂当晒啊，袂当叮当啊！那架航空母舰出来是冒黑烟呢，你拢有看嘛？啊，搁几点？美国的11架的航空母舰，即马一半伫这个太平洋呢。本来是2架3架尔呢，然后需要才造出来安尼尔呢，即马半伫太平洋呢，伊会叮当吗？我哪准是中国中共的领导人呐、啊？
在座拢同款啦，你若领导人那边啦，我要贪污多好啊，我要见钱要死哦、喔。做愈久贪愈多，啊耍的戏，可以这样吟诗作曲，温家宝啊。哦，我如果下台，我希望中国人民都忘了我。当然忘不记啊，忘不掉啊。你有37页啊，我哪可忘掉？我跟你讲哦，哈，四中国足够讲话啦。啊，台湾人较相信呢。哦，好伟大！我用一个离骚，啊，各位啊，对啦，卖嘴啊啦，好唔好啊？那中国人哦，在外间中哦，实在是我感觉讲哦，全世界哦，全世界，因死了了哦，因迄个嘴还袂死啊，因足够创造迄个语言啊。我讲你嘛吼，此马伤人，甲马迟伤人啊。你若有送我红包诶，我甲你讲，马迟伤人，马你知影吼，迟就是迄、那个。你去造迄个词，一个马，还佫一个爷，哇！马迟伤人，无罪。你若无送我红包诶，我讲你迟马伤人，你骑马弄死人。你中国人有够哇？有够哇？即摆现主持，中华民国遐司法派差不多是已经学啊差不多啊啦。所以民政府来执政，司法界中华。但是除了17个唔免换啦，因为17个有来咱遮受训，迄17个唔免换，安尼好无？我甲你讲，你唔通叫是讲咱安尼呢？司法官嘛是来遮受训，17个啊。现伊个将军哦，上大现现役哦，中将，咱嘛已经足济现伊个军人来遮受训嘞，咱嘛有真济警察。人员很厉害哦，差不多已经到这局长、分局长的权力来这受训的。你唔通叫伊讲干阿你来尔呢？各位啊，灵巧人嘛足巧的呢。所以啊，台湾民政府前景绝对很光明，因为无论安那来讲，台湾民政府是照法律来行，无叫你去革命，无叫你去牺牲，你唔免牺牲。但是你免牺牲，你也可以来做台湾民政府的行政官员，因为美国跟我们说，当时单一派1000个的公务人员，你现在2300万多4倍，所以你训练4000名来接这个政权。当时身份证要办41万份，什么叫41万份？刚开始的时候，美国国安跟我说，伊讲你爱办650万份啊，才要互恁进款啊！我听到650万讲伊，混倒去呢。但是我嘛无表示啦。我哦，好好好好，你再研究研究，我叫伊去研究啦。啊，即嘛吼，因伫急啊，因为马英九的周边遐人吼，一直挖位中国去吼，所以伊的速度愈来愈紧啊！吼，伊即嘛开始急啊，伊即嘛家己主动讲，哎，唔免啦，免650万啦，啊，把小减咧，我减偌济，啊，我算互你听。有公式的呢，2300万扣掉300万的台湾，中国人，啊，你们2000万人，2000万人内底扣掉一半，因为伊是认为台湾人嘛是中国人扣掉，安尼本土台湾人1000万，1000万你4年内底，而且投票率67%，所以1000万乘以67%就是670万，670万扣掉未成年加遐无多投票，伊讲安尼切一半。按335万，安苏丹独立的时阵，联合国改同意讲，因的投票率公投的时阵，12.25%，安尼伊要让因独立，所以335万乘上12.25%等于41万，好加载。啊，那41万啊，我甲各位讲，咱的4000名的人员，你拢你唔免吼，讲去讲万多讲什么人来？因为4000名吼，大家拢有位啦。我甲你保证，每一个拢有位啦。41万份，咱即摆6个州，佮加上地区高山、
各个加上福利总会，啊，三个宣传团十一个单位，啊，平均起来上济一个单位3万4万都有啊嘛，安怎简单无？所以我对台湾民政府要接到政权，我讲慢两年，紧一年，就要接到政权，好冇？今日上课到这，谢谢。加吉力，吉力，下课。